你别说了啊！我都活了大半辈子了，啥没见过。我呀，就当没有走了这趟船，就当在船上做了个梦啊！你们呀，过了河，胸条活路吧啊！ 我要图挣这个钱啊，我就不走这趟船了，啊！大爷，你是我们的恩人。大爷，哎，不易呀，这活着不易呀，啊！ 觉得心里踏实了吧？找着你哥，我心里才踏实。那就找呗。我哥就是天上的星星，咱也给他摘下来。二胡，你说吕家的人会不知道我还活着？不会，除非他们是阎王爷。 知道你心里难过，想哭你就哭出来吧。啊！完了，咱遇上黑风了。 不走啊，大龙哥，我一年做一双鞋，等你回来，林克吧。 金大龙，你胆子好大呀！敢拿刀来劈我吕家的门了？不是劈门，是劈你！好大的口气呀！你别忘了，这可是在吕家。我找的就是你吕家！你要了春桃的命，我就来拿你的命。杀人，那可是要偿命的。
春桃的命也是命，一命抵一命，有啥不对啊？你儿子干的那不叫人事儿。有剩他干啥了？啊？你跟我说说他干了啥了？大龙啊，我是不想为此事再出人命。那不正是你想要的吗？啊，吕科，你别在这装好人了，你那个混账儿子死了也活该。大龙，你闹够了没有？我没够。 我没，我杀了你！别开门！我杀了你！滚出去！慢点！放了他。 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，只能在这凑合一晚上了。来，嫂子，行，这小子铺着啊，挺暖和的，我能睡得着。把这披上。哎，别，我不要。没事儿，我火力旺。那你呢？这不还有火呢吗？ 怕啥？狼都变成狼皮了。啊！二虎，你胆子也太大了吧！你忘了，小时候师傅教我扔飞镖，在墙上画了一个圈，跟我说，那个圈就是狼的眼睛，如果狼要扑过来吃你，你就朝着他的眼睛打，朝着他的心脏打。师傅跟我说，打不着不让吃饭啊，哭也没用。哎，后来有一天，我一口气扔了10个镖，全扎在狼眼睛上面了。师傅高兴，让你娘给我做了顿红烧肉。 现在想想，想的我的直流口水。没想到这招在这儿用上了。咋了，嫂子？吓破魂了？不是，你一提起我爹娘来，我就想我娘了。她以为我死了，也不知道她在吕家的日子过得怎么样。 跟吕家的仇算是结上了，根凡，我这就过黄河去，找我兄弟，找到了二虎，回来报仇。我要是没家没口的，我一定跟你一块过河去了。根凡，我求你个事儿。
你说，如果我兄弟二虎回来了，你告诉他，就说我说的，让他不要再往外面跑，给我捎个信儿，让他等我回来。哎，我们到抚远城了。抚远城，听桂娃说，我哥就是在这儿遇到胡子的。在这儿？你那离这不远。嫂嫂。 咱走了十几天了，找个地方歇歇脚吧。行，哎，咱盘缠可不多了，别住太贵的。找车马店。两位客官，里边请。 两位客官是从远道而来吧？老板娘，有啥好吃的？哎，我们就要两碗面。老嫂，你都饿了好几天了。哎，你看，这小两口多恩爱呀，真让人羡慕。这小两口在一起啊，别说走西口了，就是走到天边，心里也美滋滋的呀。老板娘可真会说话。小二，小二，哎，给两位客官来两碗面。 手底下麻利点，今天事儿还多着呢。知道了。我这个店呀，在方圆几十里不算个小店，但是不贵。如果你们住的时间长了，这房钱咱也少算点。掌柜的，啊，这怎么感觉好久没人住过了？前一阵儿。 不瞒你们说，哎，你们是我今天开张的第一波客人。你看这里里外外还都没收拾好呢。什么人？吕掌柜。 哎呀，快停手，快停手！你们是住店的，咋能让你们干活呢？没事，反正我俩闲着也是闲着。那往后，你们就跟我一块搭伙，这样子能省点钱。谢谢大爷。哎呀，出门在外都不容易，你们就别客气啊！咱就这样子说定了啊。谢谢大爷。 二虎，都说西口外的人这儿那儿的，我怎么觉得他们人都挺好的呀？那是咱命好，竟碰上好人了。老四，怎么有事儿？哎，借我马鞍子试试。咋，要出远门？哪呀？包头来的王老板说去固阳，要借我的马，偏巧马鞍子坏了，就想起你来了。行，你等着，我给你拿去。哎。 谢啦。哎，那两个人是住你这儿吗？啊，你认识？在我那吃过饭。
是两口子吗？那肯定是小两口啊，要不这口外敢打板走啊？我就说是嘛，那男的怎么看着那么面熟呢？哎哎，别套近乎啊，想拉回头客，晚了。他们呀已经跟我打火了。老四，你可真会算计，连我的生意都抢啊！ 春桃，你也坐下。哎，闹了半天，你们俩不是两口子啊？啊，春桃是我嫂子。哦，我俩这次出来是来找我哥的。找你哥？我哥走西口4年了，听说在这一带被猴子给劫了。那你哥他们是在哪儿出的事儿？说是叫一个集草字的地方。哦，那个地方离故养不远。 你们到固阳那儿去打听打听。行，那我俩明天就去。娘爹，你说啥？娘爹，你爹回来了是吗？嗯，快，杏儿。 对不起啊，认错人了。这样找，啥时候能找着？我看找到我哥，咱俩头发都白了。那你的意思是不找了？谁说不找了？找。你说啥？春桃还活着，哥，我敢打保票。 怪了，天下怪事。那年我去包头市，秀娘不是刚嫁到咱家吗？春桃我是见过的。哎呀，她倒是命大。等等，哥，您这有事儿，我先回去了。好，回头我再找你。 慢走啊！咋的？事情没办成？掌柜的，我俩没逮住大龙，差点被他给收拾了。我就不信了，靳家的儿子个个都成了精了。您不知道，那大龙把我们俩全给绑了。你还有脸说？我花钱是请你们吃干饭来了。混蛋！ 嫂子，啊，我看，咱还是在这住一晚上吧，明天再回富源，咱得跟黄老板说一声，继续往西走。行，我听你的。我哥肯定就在这条道上，不会走远的。只要他在这条道上，咱就能听到他的唢呐声。姐，我兴冲冲地跑回了家，推开家门，家空了。 我娘，春桃死了。我的二虎弟弟下落不明。我娘为了等我回去和春桃成亲，把新房都拾掇好了。还有这些，这是春桃给我做的。我临走的时候，
春涛对我说，他一年为我做一双新鞋，我走西口走了四年，他就做了四双。大龙，别难过了。我大龙堂堂七尺男儿，没能给娘尽孝。 没能保护好自己的媳妇儿，我还算啥男人？本来我想杀了那个老贼，然后就一头跳到黄河里去，去找我娘和春涛。可是我……你回来就好，大龙。以后只要有我九里香吃的、住的，你啥都有。 我九里香绝不会让你受半点委屈的，大龙，你把头抬起来，抬起来，大龙，你在我眼里就是一个顶天立地、有血性的汉子，要不然我九里香也不会救你。 不会收留你，我也不会眼巴巴的盼着你回来。大龙，别哭，男人就算有眼泪，也要往肚子里咽。 刘一刀给了你一枪，你没有死。镖局你的人把你追到河这边来了，你也没有死。你知道为啥吗？那是因为老天爷要留下你这条命，留下你这条命来报仇。姐，这仇我一定会报的。 春桃活着，不可能吧？他是活着，一定是你那位堂弟看走了眼。我就不信了，扔进黄河的人还能捡条命回来？是二虎，那就更不可能了。二虎已经辞了功，过河去找他哥去了。就算他没走，就算他是浪里白条，咱们可是眼瞅着春桃装进麻袋，扔进黄河里边去的。 咋救他？他是神仙呢。可我那堂弟亲眼看他真真的，春桃跟二虎在一起。真是二虎。老唐，这事儿不能大意，你马上带人过河。掌柜的，依我看，你就放了春桃一马，就只当他死了。不行，他明明还活着，他活着我就不舒服。 还有那个大龙和二虎，抓不到他们就等于是放虎归山，说不准哪天就翻回来，咬我一口。好了，咱们走吧。嫂子，啊，能行？能行，多磨磨就不疼了。哎呀，你要走不了，我背你。 不要你背我！哎，小时候我就背过你，可沉了。哎呀，那是小时候的事儿了。再说了，你能走，我也能走。这天底下的路都是人走出来的，别人能走到天边，咱也能。来，来。好了，我自己走。哎呀。 嫂子，让我给你挑吧。不行，哎，你去大爷那儿要根针，我自己来。怕啥？小时候我就给你挑过。你别净说小时候的事儿了，我说不行就不行。哎呀，春桃，你一会儿叫我春桃，一会儿叫我嫂子的，你要叫我嫂子，你就好好叫。还不是你给逼的。春桃，脚上磨出泡了吧？哎，走这么远的路，咋能不磨泡呢？你也是。
让你给雇个车，你怕花钱。他咋能走这么远的路呢？你问他，他非要走呢。哎，以后打算咋办？我们想往西走。他的脚都成这样了，还能走啊？可老待这儿也不是个办法。啊，你先玩着啊，等叔把这些柴全劈完了，再陪你玩啊。爹，好。哎呀，大龙，大龙，啊，别干了，歇会儿吧。啊，没事，我不累。咋了？准备给我当长工啊？那行，那我呀就把店小二给辞了。姐，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。啥事儿啊？我想这2天我就走了。走？你要去哪儿？我得去找我兄弟去，我不找着他，我这心里不踏实，在哪我都待不住。我不让你走。那为啥？你说为啥呀？怕你一出门就给狐狸抓走了，怕你给狼吃了。看你说的，我大龙就是个纸糊的啊。反正我不让你走。我在你这待着算咋回事吗？你说算咋回事？大家不都知道你是我表兄弟吗？哎，不对呀，你要是我表兄弟，他二应该喊你舅啊，对吗？姐，反正喊舅也行，喊叔也行，我就以后那个就别让娃再喊我爹了啊。咋不能喊你爹了？臊着你啊！我跟你说，大龙，你不许走，你要是走了，就永远都别再回来。嘎三店呀，就在沙漠边上，店主叫苏嘎三，哎，那是我的老伙计了。只要你们说是我介绍去的，他会留你们的。大爷，那儿能找到我哥吗？试试吧。你哥在口外跑了这么多年了，也认识不少的骆驼客，兴许会有人知道。行，那我们去。这骆驼客里啥人都有，你们两个最好扮成一对夫妻上路。这咋行？大爷，这不行。我是怕春桃会有麻烦。那我把头发盘起来。这事儿啊，你们自己看着办。总之，小心为妙。啊，对了。今天我这店里有一个人刚好朝那边去，我让他带上你们俩，连夜就走，赶天明就到了。大爷，我俩这一走，店里就你一个人了。没事儿，过两天我的侄子赶牛就来了。哎，那也是个苦命娃，前年死了娘，今年又死了爹。我叫他过来。跟我做个伴儿，大爷，求你个事儿。你说，往后有人要来打听我俩，就说没见过。好，那要是你哥呢？我哥叫大龙，你问问名字不就知道了。他除外。那要是九里香呢？九里香，哦，就是那酒馆的老板娘。哦，他见过我俩，他也除外。看什么呢，嫂子？哎，
快上车了，走了。啊，来吧。走了，进。是不是又想我哥了？找不着他，想也白搭。唢呐声，嫂子，你听错了吧？刚才我们在车马店门口的时候，我看见一个挑着水桶的人，闪了一下就不见了。我觉得他就像是你哥。嫂子，你咋不早说呢？大哥，能不能返回去啊？别费功夫了，那个人不是你大哥。你咋知道？那个挑水的和吹唢呐的是一个人。大哥，你也听见了。那个人我见过，是九里香的表兄弟。你肯定吗？当然了。怎么会呢？我眼不花耳不聋的。嫂子，别多想了，咱就住隔壁，要见早见着了。咱还是去嘎三店吧。你马鞍子，哎，你们院里那对小两口呢？走了。走了？这对小两口真是的，就这么走了？胡说啥呢？人家又不是两口子。啊？是小叔子跟嫂子。那你能告诉我，他俩叫啥吗？小叔子叫二虎。嫂子叫春桃。苏老板，杜卡森，有喘气儿的吗？是个事儿啊。咦，兄弟，我只能送你到这儿了。大哥，你还要赶路呢，先走吧。这一路上谢谢你了。要是人没在，你们就先待着。老家伙是不会走远的。行，谢谢大哥。进，进，慢点啊。走了。进。二虎，这地方。别怕，不还有我呢吗？谁呀？大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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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了？啊，大爷，大爷，大爷，你醒醒！哎，大爷，哎，出去，慢点，慢点。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行。大爷，大爷，大爷，醒醒！烧得厉害，跟火团子似的。那咋办呀？马圈里有马，我进城抓药去。你先弄点吃的。哎，你还饿着肚子呢？我能扛，一会儿我就回来。二虎，二虎，二虎，你要当心啊！这条道我走过一回，丢不了。哎呀，我是怕你怕我遇上胡子，狼我都不怕，我还怕他？你哥还没找着呢，我怕你会出啥事儿。嫂子，放心吧，去。小心啊！哎。大爷，
大爷，我是春桃。别回去，别认你那狗日的爹。别。九里香，让你表弟到我那儿去一趟，帮忙卸点东西。进顾阳了，刚走，说是明天再回来。赶夜路啊？你不怕他遇见胡子？犟得很，非得今天去。 说是得明天赶回来。你表弟一来，你就轻松了啊。精壮汉子可不能白吃啊。哎，他叫啥呀？他叫大庄。嗯。哦，等他回来了，你让他到我那儿去一趟，我给他工钱。啥工钱不工钱的？我叫他去。咱说定了啊。啊。 哎，爹！不许的，听见没有？爹好。这孩子咋受过一回，你就咬死不松口了呢？啊！刘师傅，给我的马钉钉找吧。大龙啊，要出远门啊？啊，去趟固阳，把马牵过来。 来，靠靠火。好，靠着我去看看。哎，你忙着。大姐，你是？咋？不认识我了？我在你这吃过饭。哦，对对对，我想起来了。哎，快坐吧。不了，我还要赶路，你给我打俩烧饼。 你叫啥呀？向爹。向爹？向爹是个啥？来，烧饼装上。大姐，我就要俩烧饼。 拿着吧，这咋行？我得给你钱。哎呀，别跟我啰嗦了，快走吧。行。大姐，谢谢啊。慢走啊。哎。真是兄弟俩。 有龙有虎啊！哎呀，你吓死我了！九里香，你可不能干缺德事儿。你可千万不能声张啊！老四，来，我敬你一杯。哼，喝酒归喝酒，缺德的事咱可不能干。 老四，我不是个坏女人吧？知道。可这事儿，我没别的意思，我就想留住大龙。可他是别人的男人。不，他还没成亲呢。成亲没成亲都一样。二虎和春桃过来找大龙容易吗？啊，你仗着掖着，藏着的，他俩得多跑多少冤枉路啊！老四。 你说的都对，这些道理，我九里香也不是不懂。可是这一次，我真的犯难了。老四，我这一天我都在想，我到底是应该让他走，还是让他留下来？我头都想烂了，我都不知道。 我到底该怎么办？
听我一句劝，还是放他走吧。二虎和川刀在哪儿我知道。不，我不放他走。你咋这样呢？我能留他几天我就留几天。我要让这个男人在我心上划一刀，留个印儿。夜不亡，我白做一回女人，白救他一回，白疼他一回。大龙要真知道了是，他会恨你。现在把事情给他说了还来得及。他真是给你心上划上一刀，那他就走不了了。老四，我从来没有求过你，今天我九里香就求你一回，行吗？我求你了，行不行？你千万不要让大龙知道，行吗？老四，你放心，只要大龙说要走，我一定让他走，就算我心里流着血，我也会让他走的。